在今天上午，海军舰队在台东知本海滩展开了两栖登陆演习，验证国军针对共军可能登陆红色沙滩实施防卫计划。画面中带你来看到，上午7:30左右，海上放置3台小艇进行抢滩登陆演习，扮演攻击军的陆战队员，搭乘小艇潜入海滩后，在路上布设了多处导标，与近岸的中核级战车登陆舰相互通联，标定登陆战车及小艇周坡等航向。我方守备及后备部队则在海滩阵地设置阵地进行反击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